终于换我吃了，好多剩下的内内炸鸡，配啤酒，下班了，下班了才能安心的吃的东西。对，为什么你吃泡芙？啊，炸鸡啊，他是问泡芙，温泡芙。是什么泡芙啊？脑泡芙。你看先看，你看，你看吃。不要跳，不要跳。你看吃。你看，你好像不是很大只，要不要？看到是，哎，这不是辣酱。是啊，不是吗？不是。你沾它那个大葱。炸鸡，那个你应该会喜欢。热吗？那个酱。热。对对对。爸爸。你女儿爱吃的那个。嗯，问她。萝卜。萝卜，哎，你看它叫萝卜哎。萝卜吗？去拿叉子来。爸爸。拿叉子给。好，萝卜。夸张哎。不知道那天假期的老板有没有要找我女儿代言他们的萝卜？大葱下，拿叉子，慢慢。哦，有 wasabi 的味道。你说你喜欢、味道蛮特别。它叫大葱，那它那个呛味很重哎。这个你一定没办法，不爱对不对？我还好。什么？你的两个小叉子可以？一个就好，那个可以。哦。还有这个。蜂蜜芥末酱。我觉得。用这么多口味就会解腻。叉子。你给我一个这么弱的叉子。他不允许来跟他抢。不允许。换开这个萝卜呀。萝卜，他萝卜你还行。你看，他是跳上辈子是韩国人吧？刚刚我跟儿子两个吃东西就非常的冷静。冷静，你们两个？对，我们两个爱吃的就很冷静。有哪都没写？那你儿子来睡觉，然后你儿子就吃鸡肉而已，这些对他来讲完全没有吸引力。他不喜欢调味料。然后他又不吃皮。以前不是很爱吃吗？我最近不爱吃。这个是南大十八片哦。拿这里，这个。哦、不错，算冷。然后你看一看，它似乎就是一个。不要这样，拿叉子，不要插到我。他上次拿叉子戳我。你妈妈拿小叉叉。拿这个叉子，他这样咬你根本插不到。我刚刚已经试过了，这个叉子就不是拿来插萝卜的。来，不要跳 ，no 跳。太低哦，会低哦。这不是辣。应该热一下。来喝，它不是韩式辣酱。甜酱。它好像糖醋甜酱。
该吃不到那个。我去房间。你是要去喂你的好朋友吃是不是？他好朋友吃的是蚂蚁。家里差不多有300只蚂蚁是用来的。我找不到，我刚才还找。哦，这正好帮妈妈，妈妈要，妈妈要，嗯。大葱酱很解腻。你就这么瘦？你们以后会在，他们以后会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在学校是不是优奶要保护你啊？妈，为什么？你不吃东西了，去刷牙了。甜甜的东西，去刷牙。柏林顿是什么？柏林顿啊，萝卜。你没有要吃东西，就去刷牙了。嘴巴甜甜的，你吃太多了。那要你还要吃什么？还有什么可以吃？要吃肉可以吃吗？有，我去取葡萄给你吃。葡萄好不好？好。那帮他拆一个。我马上去弄葡萄，马上去拿葡萄。葡萄，去拿葡萄，去拿葡萄。不要打手机，超级葡萄。好，帮你叫，帮你叫，去拿葡萄，先去看葡萄。大葱酱我很爱。大葱龟可以打吗？拿呢，不要碰。韩国炸鸡好强哦。吃炸鸡就是要配啤酒。把它擦。来，来。妹妹，你不要再跳了。妹妹，不要跑。牛奶。妈妈有电。你再跑的话，妈妈有汁。哦，妈妈滴的。五楼，坐好。牛奶，坐好。换教你女儿换，刘娜坐好。娜娜，你要进电视了啦。他这鸡腿其实蛮多的，蛮大。像这种韩式炸鸡不便宜，叉子不可以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他们的分量够，其实是划算。不行不行，妹妹在看先看柏林顿，看完柏林顿再看汪汪队。那你这鸡很久哦。看他插组真的很怕。小龙啊，妈呀，要擦擦，妈呀，这个擦擦好，胡萝卜。很凶啊，我觉得完蛋了，这个。来，剥，来剥，那剥。我就要慢慢吃。他应该熟。哎呀！终于我可以吃萝卜了。哦，这里萝卜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你知道吗？去油解腻。哇，舒服。好了，哎，那跟大家说拜拜。啊。